两副扑克牌，红的跟蓝色的，喜欢红色还是蓝的？红色。红色。嗯。红色的牌我先放桌上，先看这副蓝色的牌。我先跟各位说一下，我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人。对吧？哪一项啊？我是世界上最快把扑克牌从盒子里面拿出来的魔术师。听得懂，但我不相信。这副扑克牌，来镜头，我们可以再近一点。来，啊！哇！盒子。好，我们看到盒子呢，在一瞬间消失掉，只有扑克牌。我都觉得好害怕。而盒子呢，瞬间飞到我的口袋里面去。啊！这个先放在旁边管它。接下来仔细看呢，重点在这里。我们知道一副扑克牌呢，正面每一张牌都不一样，对吧？我们洗一下看看就好了。正面每一张牌都不一样，嗯，而背面的每一张都是一样的，嗯，对吧？看得出来吧？嗯哼。扑克牌就是这样子，这是扑克牌的特性，没错吧？没错。啊。我忘记了，你们刚刚说你们喜欢的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红色。哇！这个才是红色的，蓝色的从头到尾都在这里。